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Kim 的频道。任嘉伦新代言解锁在即，我们的新上任即将携温暖而至。从今天起，你的温暖被我承包了。如此温柔的声线，这么软糯可爱的口音，还能是谁呢？从今天起，你的温暖被我承包了。我们的温暖被你承包了，但是你感冒的声音呢？国超同学，多吃点饭吧，不要再感冒了。名人超前线花絮曝光，用电竞男主出场的方式打开任队长，这个男主气场炸裂，一举一动就像是在拍偶像剧，超酷超 A。 嘉伦与工作人员的交流十分认真和亲切，温暖近人的笑容常在脸上，却又带着一丝不可逾矩的威严，这份又亲近又疏离的感觉太吸引人了吧。另外呢，今天公布任嘉伦正式入围金鹰奖，有任嘉伦获得87017票。既然不谈，那就出发了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想去金鹰节吗？感谢各位家人给嘉伦投票，太开心了。恭喜演员任嘉伦凭借锦衣之下男主角陆毅提名，观众喜爱的男演员，一任千面百般魅力，千面华彩，一红到底吧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，再也不用顾忌流言蜚语，做你自己，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你。为此 Kim 也在努力成为 Kim 心心念念的那个自己。感谢因追星认识的小姐妹们，不管有没有升华成好朋友，感谢大多数在 Kim 脆弱或者需要鼓励的时候温柔又贴心关心着 Kim， 帮 Kim 做翻译校正，帮 Kim 找投票链接。在这里小姐妹们，我们是一个群体，有时我常常想，可能他们现实生活中也不全是温柔又细腻的人，但他们都向我展示了他们格外美好的那一面。其实小姐妹们，或许因为地理距离，或许因为生活经历，我们无法成为现实中的好朋友，只能做一个饭圈的姐妹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快乐欣喜。感谢一路有你只喜欢 Kim 的你。如果你喜欢 Kim 的频道，请点赞关注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家人有约。